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要来欣赏我们钢琴的独奏，是由欧宇桥同学带来的《五月微风》。五月微风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欧宇桥同学。她是我们儿童牧区特别介绍，儿童牧区的气质女神，来掌声欢迎一下。好，让我们掌声谢谢欧宇桥同学。